最后呢，我们就是刚刚讲的微风选的，微风选的，他觉得最年轻。谢谢。来，四号，欢迎你，欢迎。哇，欢迎你啊！春天。哦、他说好久不见，对对，你们两个是什么意思？好久不见，你们是一起过？没有，好久好久不见，分手后啊，没有，不是，我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啊，你该不会上一次就是有去报名？什么童年？不是，我们在新竹认识。在新竹，因为他是新竹人，然后我那时候在新竹有开一个麻辣烫，嗯，然后刚好他就有来吃，这样。哦，那不就很有缘分？今天，对啊，哇，你好。他年纪真的很小，嗯，他跟你差一轮呢，有吗？没有，严格来说是一轮多。啊，对，夸张吗？他已经40了。我喜欢年纪比我大。哎呦。先每一对看，我突然间有点害羞了，为什么？害羞了吗？对对对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欢迎。啊，大家都说我今天没有讲话，换我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，因为我头发很长，及腰，所以我一定会很注重头发的保养。那这一罐发油就是它有很甜甜的花香味，因为我不喜欢喷很重的香水，我喜欢淡淡的花香。然后男生也很喜欢这种。就是自然的香味，而不是那种很重的香水。而且他们去球场，他磨头发可能会比较持久。对，发香区这样子，后面的男生就会有淡淡的香味，就不会很重，然后很刺鼻这样。还有这个发饰，因为我很喜欢加这种蝴蝶结，就是看起来比较有气质。因为男生你可以挑一个给那个不是没气质，你给那个没有分数的。小 U 吗？对，我要小 U 吗？小 U 会不会加分一点？可是这样子会夹才好看，夹起来。你讲到关键，要很年轻的人。哎，可是这个你搞不好可以哦。他在催你，因为准备了，因为这个跟他的衣服颜色比较有点搭，那可以加一下。好吧。哎，小勇，你今天很忙哎，对，所有都示范在他身上，每一趴都有他，每一趴都有，因为没有分嘛，所以你看他现在还做三分之一哦，你看。但真的不得不说，小优很适合绑马尾，对，好看。我真的觉得他绑马尾很比较厉害，好看呢，好看呢，就是有一点点，不要转过去，可以耶，侧脸侧脸，再转过去一点，转过去一点，转过去一点，小优真的很好，真的，真的很好，背对更漂亮，哇塞，你们再过分一点没关系，我也是人生父母呀，哎，你侧面真的好看，真的就是90度，真的很好看呢，喝咖啡这样。因为很好看，回眸有一点回眸很美，真的太好看。然后好不容易到侧面，你还要这样，辛苦辛苦哦，小杨怎么辛苦啊？你们就知道我多努力了，对啊，很辛苦哦，这个好好看哦，真的很好看，好看，嗯，谢谢兄弟了，颜值就会加分哦，可以，又可以应援了，来哦来哦来哦，可以可以。可是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！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！哇，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 OK OK， 睡哦。